经常有男的喊啊，上次是哪儿演出，一男的坐底下，于老师，我要给你生个孩子。嚯，胆儿太大了啊！吓我一跳，多冷的天哪！这跟冷有什么关系？这是冷的事儿吗？这，谢谢吧，这个无以为报啊，能力一般，水平有限。是，江山父老能容我，不使人间造孽钱。嗯，凭能力吃饭。当然要感谢谦儿哥，你就客气。这么多年来，嗨，风里来雨里去的陪着一块儿，应该的。真的，说良心话，这是我最好的朋友。你瞧瞧，人生难得一只鸡。嗨，你先等一会儿，我发自肺腑、啊。别发自肺腑了，热热乎乎的。对对对对，啊，人生难得一只鸡，老话了吗？哈，哪儿老话啊？叫什么？一只鸡。一知己，对，一知己，咱俩算是知己，那错不了。何止是知己啊！啊，从小一起长大的。对了，老北京话形容我们俩这个关系啊，马小啊，马小，咱俩麻辣小龙虾是吗？就是一块长起来的，没听说过。那叫发小，发小。对了，他是法国人的小孩。对，谁呀？我是个法国人。去。所以我们俩还占便宜呢，啊，你别说了，不是，啊，发小就是一块长起来的，就从小一块长起来的呗。对了，一块成长，哎，这是对的吧？这对，打幼儿园我们俩在一块儿啊，春天花花幼稚园，哦，我们俩在一个圈里待着呢，跟卖兜在一块儿呢，这都，卖兜的还卖盆的呢啊，嗨，反正打小在一块儿啊，小学的时候我们俩一个班，是，当然那是二年级，哦，二年级他从那个。弱智一小转过来了，我这小学这名字怎么那么难受啊？那转到我们班，我们一个班，哦，在我们班当年这就是富二代，我还富二代，全班的学生谁也没有他有钱，至于吗？那是，嗯，说句良心话，嗯，我们上学都带饭，嗯，拿饭盒带饭，对，人家上学带着他妈来，带我妈干嘛？吃奶。我都上学了还吃奶，说句良心话啊，吃奶的咱们也见过是吧？嗯，谁没吃过奶啊？那是啊，吃到一岁就断奶了，就很正常。一岁半两岁的也有啊，人家他妈也是真宠的，实话实说。哦，老太太，我不管别人，是我得给我儿子吃奶吃足崩了啊，知道吗？我疼儿子，母乳啊，对孩子的这个身体啊是最。您让各位瞧瞧，这有这么一上一下这么长着的吗？啊，再母乳也不能这样吧？啊，翻过来呀，啊，一前一后，你到底长哪儿？哎，啊，咱就光说，不用比划了，这个，哎，够意思吧？啊，什么够意思？嘿，哎，给孩子喂奶，喂呗，一定让孩子吃奶，吃奶，啊，两排呀，啊，你拿我当猪崽儿了是怎么着？啊，反正是吃奶。吃奶就完了呗。铃儿十二点一打铃啊，我们都把饭盒拿出来了，吃饭吃饭。嗯，他母亲从最后一排往前走。哦，哦，哎呦，多豪爽这么一人呢，全脱了啊！没听说光着膀子喂奶的。吃饭，好家伙，他这才吃饭啊！班长尝尝吗？什么呀？王老师，来点稀的嘛！行了，别嚷了。校长，别嚷了。我至于那么客气吗？我刚，我们全校师生啊，都是吃他母亲奶长大的。哎，好，老师也跟着一块起哄。那是我们俩最好。是吗？因为在宿舍的时候，我们俩在一个屋。哦，那会儿挺烦他的。怎么呢？在宿舍睡觉，怎么都睡觉了啊？一打铃，一关灯，都睡觉。熄灯。他听半导体。那时候只有半导体啊，听个评书啊，听个相声什么的。我喜欢曲艺，大半夜拿一半导体啊。现在孩子都没有了，嗯，现在都拿手机什么的。对，啊，我们那会儿没有半导体，嗯，他那半导体还大，这么大个，听你就搁在枕头边听呗。是啊，举着。我干嘛举着听半导体？要强。这叫什么要强？早晚我们家会有电视的。哎嗨，我打算从里边看出人来是怎么的？举着这玩意儿累呀。那是。咵。哎啊。掉下来了！哎呦，换谁都得砸脸上，那非砸着不可呀，啊！也就是他，哎呦，多快，啊！
半导体砸枕头上，没砸着我，人掉在地上，我躲劲儿太大了吧，我差点把我吓死。有你什么事啊？我正好睡他下铺。哦，我在上铺掉下来的是，那还不如砸脑袋上的这个。啪！哎呀，天天晚上一听一听一宿，是吗？转天上课冲盹儿，那就没睡觉了。坐那儿，老师讲课，他这晃悠，睡冲盹儿。嗯，我们老师挺好，是吗？数学老师就是耳朵有点背，岁数大了，说良心话，耳朵不背，非跟他急了。怎么至于吗？他有时候睡着还打呼噜呢。啊，幸亏老师听不清楚。哦，黑板上写东西，啊，他这晃悠。好朋友，我得提醒他。告诉我，别让他睡觉。你怎么提醒我？哎。月儿明，风儿静，树叶遮窗棂啊。这是怕我睡不瓷实啊。听儿叫铮铮，好比那个琴弦声倒。哎，这倒了。这老师听不见也得看见啊。睡，老师不知道。嗯。写一黑板题。哦，这写题。写完了。嗯。完了。谁上来？把这题写上，得都回答一下啊！没有人出来是吧？没有人会，我可点了点名。我一瞧坏了，怎么了？用于谦的时候到了。我学习好，万一老师郭德纲你上来，我不会怎么办？那叫我呀，谦儿啊，谦儿，哎，老师让你擦黑板去啊！你损不损呢你？嗯，擦黑板去啊！这儿迷迷糊糊，嗯。啊、哦、都擦了快去、哦、上去到这哭，我也真实诚，老师都傻了、啊、没见过这么胆儿大的呀。老师写了40分钟啊，啊，他擦了5分钟，哎，45分钟一节课，写完打磨打磨手，嗯，回来了，嗯，老师都愣了，那是铃儿下课了，下课铃响了啊！老师也没法发火了啊，下课了，没办法了啊！因为这是上午的最后一节课，哦，中午了。哎，老师还没来及生气呢啊！打教室最后一排过了一位，对、啊，行了，这是送奶的来了是吗？我都没听说过这个。把老师臊的，有什么可害臊的？馋了那是，这是臊的吗？这个走了，这赶紧走吧。俩最好，嗯，有点什么事儿都我们俩在一块儿。那是啊，经常发生这个。嗯，明天，烈士陵园，哦，扫墓，这是一个活动，敬献花环。对，所有同学，嗯，都穿校服去。那是要整齐划一嘛？哎，嗯，转天烈士陵园我们都去了，嗯，穿着学校的校服。对。敬队礼，对礼，对，敬献花环啊！老师看着于谦儿，嗯，眼珠子都瞪出血来了。干嘛那么恨我呀？于谦儿啊，于谦儿，干嘛？我上课我说话你就没听见？我听见了。我让穿校服。对，谁让你披麻戴孝呢？哎，那是理解错误。这个穿一身白校服吗？自个儿还做一番儿？嗨。我理解太透彻了，可能我还至于拿一番儿吗？我老师气得直哆嗦啊！让你爸爸来一趟。我爸爸要能来，我打番儿干嘛呀？嗯嗯。这在当初叫请家长，就是请家长，叫你爸爸来一趟，真请啊！我脸都白了。有你什么事？这里我的事儿来了。我去。这事儿就别占便宜。好朋友啊，干嘛呀？他敢回家跟他父亲说吗？哦，那倒是，就得我去顶替。一推门啊，老师好。哦，我是于谦的爸爸。真敢说话，老师都快死了啊！你们真拿我当缺心眼的呀？那是，你是于谦的爸爸，真的，少来这套。哎，你是他爷爷啊？谁说的？老师太缺德了吧？这个，我差点我恨不得粘个胡子就笑。行行行了，不用配合了。老师气坏了。啊，郭德纲，你坐着别出去啊！还在这儿，于谦去叫你爸爸去、啊。今天不来人，你不用再上课了哟，只得自己去。真急了，一会儿爷儿俩回来了。哦，这一进门，嗯，老师，我父亲来了，来了吧？老师眼泪都下来了。干嘛呀？
那是你爸爸吗？还不是吗？那是我爸爸。嗨，把他爸爸叫来干嘛呀？抡圆了给谦一大嘴巴，啪打我。跟进来老头不好意思了，啊，别打别打，啊，我都收了人孩子20块钱了。哎呵，这学校一好人都没有感觉。哎，小学的生活其实是最美好的啊。后来就毕业了，嗯，毕业之后呢，我们两个人大相径庭。怎么呢？我跟他，我不如人家混得好。那是我聪明，我落魄了。是吗？我说句良心的话，真的就特别惭愧。你干嘛这样？还是上学不用功。是。毕业之后呢，澳洲政府请我去当顾问。这叫落魄了。嗯，我就上澳洲去工作了。哦，于老师学了那个 BB 机修理专业，有一门手艺养家糊口。有一个小遗憾。怎么呢？他还没毕业。嗯， BB 机毕业了。对了，我就算失业了这个。嗯，再见面是北京的一个秋天。哦，啊，街上红男绿女，车水马龙，热闹，人人混得都很好。嗯，有骑个大摩托的。哦，有开着车的。嗯，人人的状态都很好。是，我孤身一人走在北京街上。你瞧瞧，穿着一双布鞋。这惨的，干嘛穿布鞋？没办法啊，我那直升飞机停得太远。那您是得穿布鞋。嗯， 嗯， 嗯，走着走着迎面谦儿就过来了。我好多年没看见于谦，啊，但是从小有这个交情，我忘不了你。那是脑子里有印象，四目相对。嗯，于谦认出来了。老同学，真是，就是你。怎么呢？你别看几年没见啊，哎呦，你真是有跟原来不一样。那是，你长了个大变样啊。你才长大变样呢，有这么说话的吗？这个书面语言啊。什么书面语言？实话实说啊，谁谁一见面，啊，哎呀，真是几年没见大变样，这很正常啊。是你虚着说成不成啊？几年你大变样。哎，对，我就怕这么说话的啊。留电话吧。啊，打这起咱俩不能再断了联系。那倒有交情啊。夜里3点就跟我联系。当天夜里3点我睡得迷迷糊糊的啊。电话响，谁？谦儿啊。啊，好，你疯了，半夜3点你来一趟。嘛呀？我说你真不嫌麻烦人，大半夜3点我睡得着着的啊，你来一趟。什么事？我说你干嘛呀？嗯，我在外头遛弯。嗯，在野地里边解手，没带纸。哎，这也麻烦人，你真坑人！你在哪儿了？嗯，我在一树林子啊。你抓把树叶，不行。怎么？松树林。哎，我差点滚了钉板，那就，嗯，去吧。啊，到那儿给他送纸啊。我说你疯了。嗯，3点多不跟家待着。嗯，他不是，跟家我夜里饿了。哦，想吃点夜宵。嗯，家里就剩一个榴莲了。那就吃榴莲怕什么？我忘了谁跟我说了。嗯，拿微波炉打一下榴莲呢，栗子味儿的。有这事儿吗？我就把榴莲搁在微波炉里边，栗子味儿的，打了5分钟。好吗？屎味儿。哎呀，那没法不是屎味儿的。屋里实在待不了了。嗯，我自个儿出来了。我说我怎么大变样了？那是。说你那可塑性强。什么可塑性强？哎呀，我说你真行，你出了你媳妇儿也不拦着你吗？啊，一说这个眼泪掉下来了，我就勾起伤心事儿啊。跟我一说我都愣了啊。其实他之前就出了点变化。怎么回事？这个事儿是发生在他跟他媳妇儿结婚的头七啊。这头七，嗯，你先等一会儿。你结婚有说头七的吗？这个第一个礼拜吗？第一个7天吗？那七天可以说，你头七不像话。第一个7天啊，这行。他出去演出去了啊，本来说的不回来，突然他回来了。早回来一进门一看那媳妇儿，嚯，嗯，描眉打鬓画的可好看了。哦，坐在床边变颜变色的。怎么了？谦儿，你怎么了？啊，媳妇儿说没事儿啊，我给你变个魔术吧。变魔术？一掀这被走。这个一个大小伙子在床上一丝不挂，还光着。谦儿都愣了。啊，怎么变出来？别问了，这是手法的事儿吗？这个啊，好神奇耶。什么好神奇？哇，好棒哎。行了行了，我也没人可佩服了。我想了3天啊，
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还没明白呢。媳妇儿说：“你要这个智力，咱离婚吧。”哎，好，因为这离的婚，感觉啊，没法跟你过了啊。说句良心话，认识你之前，我也不是没交往过男朋友。哦，还有过。我交往男朋友真是够一桌麻将牌的了。好，就四个。嗯，我说的是牌。一百多人了，这个，那是吃过见过。哎，行了，那离了就离了吧。这个、啊，嗯，这才离的婚啊。跟我说完之后，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。那是好朋友，嗯，这是我的小伙伴，那是我得管他。嗯，转过天来，我上家看他去。哦，我得开导开导他，你得劝劝我啊。这会儿正是愁的时候。是，来到他们家，嗯，客厅里边挂着一个大匾，上面写着一行大字，写着“天行健，君子自残不息”。哎，我这作死呢，在家里头是。我看看他那个状态，我很烟心难受。是。自个儿坐那儿玩游戏呢，那也好。哎，玩那个俄罗斯方块，太老了。玩游戏，嗯、旁边放着薯片啊，这儿放着方便面。哦，薯片要那个不是干的那个，打火机一点就能着那种。好家伙！哎，点这个能点烟，嗯。哦，嗯、方便面不泡，嘎巴嘎巴嚼，然后水管子那喝口凉水往下送，纯粹屌丝生活。嗯，他坐那儿玩游戏，我坐这儿看着他。嗯。嗯，眼泪都快下来了，过得太难了，瞧不得。嗯，突然间吓我一跳，怎么了？我身后是电脑啊，电脑屏幕亮亮，我再一看上面一行大字，写着您这次开机时间1年0.8个月。嚯，那我就别玩什么了。我这当时我就起誓了啊，这个朋友我一定要管他。你这得管，因为这个货不知什么时候就死了。哎，这好，净吃这个没法不去。哎呀，我得劝劝他呀。嗯、我说你这也不是常事儿、嗯、啊，往开处想、嗯，天涯何处无芳草啊。对，正说着敲门。哦，打开门一瞧，谁呀、啊？管片的警察同志来了。他们民警找他送钱来了，给我钱。我一问，我才知道，嗯，就他们小区发生了10起诈骗案。哎呦，10起诈骗案的受害者是他一个人。都骗我一人，感情同样的技巧，同样的语言，同样的人，我就没上啊。这人是每天到那点过来拿一趟钱来，等于是。哎，对，我就给人送钱去了啊。人家把钱递过来，嗯、他接在手里边、嗯，谢谢警察叔叔。那是得道谢。警察走了，他还跟人家再见，再见。一抬手，钱掉地下了。嗨，我赶紧捡起来。嗯，我这么举着，嗯，他回头看我，嗯，你给我钱干嘛？这是不是这钱不是我的呀、嗯、傻了，是我的吗？嗯，那我也不知道。我一瞧这人怎么这个状态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这怎么了？马上的事马上忘啊。这钱是你的还是我的我也不能瞎说呀。是啊，得了，我带你去做个亲子鉴定吧。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这朋友啊。啊，带他出去了。嗯，国营赵记亲子鉴定中心。这是亲子鉴定，听这名像卖煎饼的。这个挂号啊，进来让大夫给看看。嗯，量量体温。哎，完事儿出来。嗯，拿那单子，我说你看看单子上写着了吗？这5000块钱是你的。哦，没写。哦，这钱就是你的。我说那我就揣着了。什么你就揣着了？揣起来了。我说得了，钱不能白拿你的啊，今儿起我好好教给教给你。那也好。你的愿望是什么啊？我的愿望就是交女朋友，交无数的女朋友。哟，床上弄得跟春运似的才好呢。好家伙，还带跑火车的啊！我想这孙子想瞎了心了，这是、啊、那是想瞎了心了。但是朋友之间我得管你，这能管？明天上午你去找我。哦，咱哥俩聊聊。嗯，我教你怎么交朋友也行、啊、行不行？嗯，转天早晨8点就起来找我去了。那是他开电动车。哦，哎，来到电动车这儿哗一坐、嗯、可帅了，一给油出去，啪，人就摔那儿了。干嘛摔那儿了？前轱辘锁着呢。对，我也太傻了吧，我不开锁就走。又开开锁。嗯，还真能走，往前走。嗯，开着开着进胡同了啊，胡同对面又来一开电动车的。哦，钱这么来，人家这么来。对面钱真聪明。怎么着？你左我右分开了，啪就撞上了。这还能撞上？都告诉 你的左跟他的右是一个方向。对面来的，我倒说清楚了。啪，
巧就巧在啊，两位倒那儿谁都没动。摔坏了吗？那倒不是、啊、谁起来谁赔钱，这点心眼都用这儿了。这边躺一位，嗯，钱躺在这边啊，幸会啊幸会啊，还客气呢，往边来，让人过车。哎，还躲呢。万幸天气暖和，哦，四五度，零下十二。哎，好，冻上了都俩多钟头啊。钱说要不然今儿咱到这儿吧。哎呵，别坚持了，是不是、嗯、那位也说是 啊， 啊，改天吧，改天改天改天，还改天。俩人站起来打磨打磨头，哦，青山不倒绿水长流、啊、他年相见后会有期，请请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，站起来这腿都不听使唤了啊，动木了，俩神经病嘛，这不是推着电动车啊，还不如溜达着快呢。这个往前走，马路边有一个套圈的，哦，摆着一地小娃娃啊，拿圈十块钱多少，是你上那套做小买卖的、哎、他说我站这歇会儿吧。嗯，套圈这老板是一大胖子，哦，大高个，拿着圈，他看看人家，嗯，多少钱啊？还问价呢。十块钱，嗯，十块钱十个，哎，十块钱六个行吗？划什么价？往上划价儿，你这老板乐坏了。嗯、啊，行，随便套。那是随便套，套着都是我的吗？套上就拿走，也真有这闲心。钱接过来了，嗯、啪，套上了吗？一下就套着三轮车上了。套人三轮车上了，过去片腿就上去了。哇，我的，这时候聪明了，胖子，你说能饶这个吗？是啊，人家也是挺客气，是吗？把签拉过来，啪啊，干嘛呀？腾，不讲，啪，打了俩钟头。嚯，论钟头算的，这都。签站起来，擦擦脸上血，还真能站起来。那车到底是不是我的？还问什么呀？还问？还缺打吗？这不是。胖子，当，这就明白了，一脚给签踹出去了啊！坐了马路边又歇了俩钟头。哎，对，这点功夫都这么耗过去了，缓过来浑身难受啊。那是，这怎么办？一抬头，嗯，身边有棵树，树，于谦伸手抓了几把树叶，啊，搁在嘴里边。我这什么毛病啊？嗯、啊，这干嘛呢？电视剧武侠不都是吗？啊，受了伤嚼点树叶。人那是嚼树叶儿吗？人那是草药，嚼完了十分钟就见效果了，好了，牙疼，指不定什么树叶儿呢，这个牙花子痒痒，中毒，嗓子眼是木的，哎呦，心说不行，我别死在这儿啊，就是啊，套圈这胖子没打死我，嗯，树叶再要死我，这不是背吗、啊、上车吧。还上什么车呀？上电动车，缓得差不多了啊，嘚往前走。哎呀，天都黑了，哎，对面来一卡车，哦，谦儿奔着卡车去了，砰！我干嘛迎着卡车就撞啊？天都黑了呀！啊，卡车开着灯呢。是啊，他以为是两辆摩托车呢。我这太缺心眼了吧！我想打中间穿过去。我呀，我非死在这儿不可呀！这个，躺，哎，你知我说这个多过瘾吗？哎，对，准知道你过瘾呢，这个啊，砰，怼上了。送医院吧，那是得送医院。送医院吧，知道消息我得去。你好朋友啊，看热闹去。到医院一瞧，躺在病床上呢。哦，病床墙上写一行大字，写的是“不作死就不会死”。哎，这病房就给我开的，就是啊。聊聊吧，啊，劝劝吧，嗯，都是朋友，是小伙伴，我得管他呀。你早管我呀！哎，我没事老去，是吗？三天两头看他，慢慢慢慢就好了。嗯，因为他这个对他来说这不叫事儿。啊，三天两头这样，嚯，精神状态恢复之后问我怎么能交女朋友，还没忘这茬呢。我说你这个玩意儿你这改不了了是吧？那是啊。那你喜欢谁啊？嗯，我就喜欢当年咱们上学那班花。哦，还有这个。他一说这我脑袋嗡一下。怎么呢？上小学时我们班有一班花，你他也记得最好看那女孩。是，当然那女孩学习一般，哦，蹲班溜级过来的。那不在这，比我们大十二岁。这是想当初我妈那班的班花吧？这是比我们大十二，大是他四十五，你算算吧，啊，六十多了。这位，我说你现在还这么想？还这么想？好家伙！我说那你找着去呗。啊，就又认识，这么些年交情，你不用再跟人家那个多客气，慢慢发展，等不了，慢慢发展，你非死他头里不可。那我怎么办？
一进门就告诉他我很喜欢你，喜欢你一辈子了，哦，以后咱俩人就两口子了，就直接了当，一把搂住摁在墙上你就亲啊，铁石人也会答应你的，就行了，去了见面就约出来了，哦，我是于谦，我想见你，你是我的班花，我的梦中女神，嚯，哎，那女神来了啊，哦，这女神也刚让电动车摔完了，都这范儿的出来了 啊，一见着于谦，哎呀，干嘛呀谦儿 啊，他们都说你死了，哎嗨，我都交的什么朋友啊，这是谦儿一把就弄住了啊，我原来就爱你，我现在我还爱你，是，哦，我跟你好，我，啊，我爱你，推在墙上摁住了就亲啊，一下就脑震荡了，哎呀好，我这杀人来了是怎么着，我骨质疏松，哎呀岁数太大了，六十来岁谁受了这个啊，谦儿跑了，那是得跑啊，跑了，嗯，给我打电话是在张家口，跑张家口去了，我现在在张家口啊，我倒不是因为搬花的事儿，那是，我是因为在王府井啊看见一个女孩很漂亮，啊，你瞧我转的倒快，我就跟她出来了，一直跟到张家口，嚯，啊，我说那好啊，那你就追吧，嗯，我想问一下我现在已经租房了哟，我在这租房就为了追这女孩，好啊，你有什么技巧吗，啊，我说有什么技巧啊，嗯，认识人家家吗，认识，哦，差一个路口，我在这儿租的房，路口那边他们家，我就塞着他呢，我说你就买个漱口的杯子，买个牙刷啊，每天早晨六七点钟蹲在家门口刷牙去吧，这有什么用啊，让街坊邻居误会你是他男朋友，嗯，时间长没人追了，早晚是你的，好吧，这主意也就你能想得出来，我跟你说我就这个我还行，哎，这行，你早教我多好，嗯，一个月之后，啊，我心想我得看看谦儿去，你是得瞧瞧我，开着我那直升飞机瞧你，嗯，行，夜里边九点来钟，嗯，落在张家口，哎呦，下了飞机一瞧，谦儿坐在马路牙子那儿正抽烟呢，哟，啊，干嘛，形容憔悴呀，哎，头发也长，脸上都是泥，指甲缝里都是泥，不是净漱口吗，一嘴小白牙，那是漱了一多月了，嗯，坐在马路边马路牙子那儿，嗯，叼烟啊，我这瘾够大的呀，我这照这么着有三根就得肺癌，我这吃了烟头都给吃了，瘾太大了，那也没吃烟头，我你给我站起来啊，这颓废的样子啊，成了吗，没有啊，就老一嘴小白眼，哎对，就是牙好了，你跟人说了吗，嗯，我跟他说了，嗯，我来了我就跟他说了，说什么，女孩问我，嗯，你是想跟我搞对象吗，哦，我说是，嗯，人家说了以后不要这么想了，哎，啊，嗨，带我去，你去带我去，我帮你说这事儿去，你瞧还是有朋友，拐弯抹角一个路口到了啊，住那小别墅，哦啊，啪啪啪一砸门，嗯，谦儿说说我上，谦儿开门，屋里女孩说话了，啊，家没人，没人说话，你看多客气，回头跟我说，啊，家没人咱走吧，哎，傻小子吧，这是我真遇缺心眼儿，你 啊来来来来，我来啪啪啪，嗯，一开门门打开，这女的看看我，嗯，进来，这是正常家人吗，这个这咱有朋友吗，是吧，啊，谦儿进来跟我进来，哦，进来，一楼是一大厅，有二楼，这女的进来，嗯，这人在家里穿着很简单的睡衣，哦，小睡裙，都睡衣了还怎么简单，啊，这玩意儿就是短啊，啊，到短，啊，到锁骨这儿，对，到锁骨，到锁骨，那不是睡衣，那就是假领子，知道吗，我说你上头那在谁问你锁骨上头，我问你下头，在锁骨下头啊，还是到这儿啊，这个不是，就到这儿啊，小裙子，来来来跟我上来吧，嗯，我们俩跟人上楼，哦，二楼大沙发，嗯，往这一坐，哦，刚坐下谦儿站起来了，啊，我可告诉你怎么着，我刚才在马路边坐了半天了，是着凉了，嗯，我得拉屎，哎嗨，我还以为要说什么呢，这多泄气呀，啊，这没法不泄气，这女的满脸嫌弃啊，你下楼吧下楼吧，一楼那儿洗手间，快去吧去吧，厕所，她下去了啊，二楼就是我跟这女的，哦，她开了一瓶红酒倒了两杯，哦，给我一杯她自个儿拿一杯，嗯，啊，把蜡点着了，把灯关了，烛光，端着杯，嗯，你想说什么呀？哦，
我就愣了，是，我是替朋友来的，对呀，我能说什么呢？真是，哎，三更三点入了罗帷呀，嗯，二爹娘睡觉，又把这灯来吹呀，今夜晚间敲打板，不算采花盗柳的贼呀，咱二人年纪相当，谁也不吃亏呀。这都什么词儿啊？这是，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。再说，于老师在楼下正接手呢。我还接手呢。哎呀，洗手间门口贴条啊，不要用坏了，这叫什么话呢？写这么一行字，不要用坏了啊，把谦儿气的，那是小气鬼，真是上个厕所还不要用坏了，怎么会用坏了？拉门进去，啪把门摔上了，用用试试。厕所漏水，漏水，水都到眉毛了，这么深的水，才想起来那行字、啊、差一逗号，怎么写呀？不要用坏了。我琢磨琢磨再进去不行吗？我再推这门推不开了。怎么了？你想啊，它反锁上了，看不见呢、啊、又没个灯、啊、水到眉毛了，到这儿了，前儿垫着脚呼吸，喝吧，喝呀，就这一喝，喝到天亮，水量还不小。哎呀，天亮水终于到眉毛下边了，这都是喝下去的呀。嗯，门开了，嗯，我跟这女的出现了、哦、把她救出来。是，谦儿怎么着？这个她答应跟你交往了啊，希望你们两个幸福。你先等一会儿吧，你先等一会儿吧啊！我这喝了一宿水，你们俩干嘛来了？唱小曲吗？啊，唱什么小曲啊？喝红酒吗？是吧？你说点正经的。这就是为了朋友两肋插刀啊！啊，把这事儿说成谦儿很开心。是吗？两个人就开始交往吧。啊，真交往。三个月之后，这女孩怀孕了。仨月，仨月差不多，差不多。什么都差不多呀、啊？谦儿高兴啊，要娶人家，那是得娶、啊、要结婚啊，回家跟你爸爸得商量去，得说说这事。我交往一女朋友，现在她有了，我们俩得结婚了。啊、对，老头想了想，嗯，是你的吗？哎，我爸爸比我还聪明呢。是你的吗？啊，那是我的。哦，那就好。哦，千万别走我的老路。哎呵，这玩意儿就别传代了，这个。结婚吧，啊，大牌宴宴啊，那是请客，请那些个朋友啊，嗯，吃饭，哦，喝酒，是庆祝啊，开心，好啊，酒席散了，嗯，大伙儿都走了，啊，谦儿送完朋友，哦，回来把门关上，一回头，哎，一瞧这媳妇儿变颜变色的，怎么还？媳妇儿你怎么了？嗯，媳妇儿乐了，啊，我给你变个魔术啊，还变魔术？你先背，你猜怎么着？我你少来这套，你在里头呢，对吗？不对，那谁在里头呢？套圈那胖子啊，去你的吧！